家人们谁懂啊？我刚充了钱买了新皮肤，结果新皮肤玩了四局输了四局，打了六局输了五局，还是玩回我的冰封战神吧。没有，他那个辅助挂机了。哇！奉上冥币，我就化为众人的尘埃。可以，好起来了。哎呀，挑他！奉上冥币，我就化。为我们的永生而战，为我们的不朽而战。小心！世界和平。看好马可的位置。大招！拿过来，一刀。他不懂，这是什么东西、啊？你要这么想啊，人家张飞，你家孙膑，然后马可压的公孙驴打，然后从这里来看，我们逆风水逆风啊！奉上冥币，我就化为动物的尘埃。一刀，开始撤退。然后我怀疑他要没了。一下子被秒了，你知道吗？韩信，哦，真的一下子就被秒了。进来，秒幸运，进来啊，这波技能冲诺我家赶紧清啊，兄弟，他在这个位置。请集合，发起进攻，破釜沉舟，兄弟，开始破釜沉舟，你撤个毛的退啊，撤退！走外！哇，慢了，你知道吗？发起进攻，小心点。为我们的不朽战！哎呀，没了，我就知道没了。踢回来，顶回来，再输出，走不掉，一刀，一波不鸟，你带带线吧。别死了，兄弟，别死了。能拿一个人头的话，这个龙就稳。为我们的永生而战。死了，我好担心啊！为我们的不朽而战。我好担心啊！我真的好担心啊！看好视野，你们打你们的，拿下来，继续抢。哇，打过了，刘备吗？黄铁吗？你拿什么打呀，兄弟？都翻盘了。哎呦，我真的翻盘了呀！那这个龙王一拿到的话，我就知道赢了。哎呀，兄弟也没大招，先把人切了，我再慢慢打。我的，翻盘了呀！